边一个。妈的，你是脑残？这帮人都是脑残吗？我操，掏了个手柄，他妈看到人就是要干，我操！我操，真他妈牛逼，这些人！掏了个手柄之后，他妈站一个大身位出来给人家打，我操！我真他妈服了，我他妈有队友他妈站出来打我！哇，他妈玩个手柄，脑袋都不清晰，我感觉。你看到那20那个傻逼了吗？妈挨打先还手，这帮手柄你看到了吗？全是这种的。我死的时候他跟他打，我都没看到。全是这种的，挨打就先还手。前面在打。玩 pick 他就打不了我了，我刚才这傻逼的人真的，我操！他拿到立场，我得炸了。就你一个，死了！打住！下去了，下一楼了。我俩，好的，丢了，放你。傻逼，操！还是好的。傻逼手柄。以上言论都不针对你啊，富贵。你懂吧？只要你是我好队友，你就是好手柄。只要你是我队友的一天，你是咱们队里最猛的手柄。你要是在对面，你是傻逼，操你妈傻逼，真的。